播出的悬疑台剧《华灯初上》第三季上架才短短三天，就已经冲上串流平台台湾排行榜冠军宝座，再次掀起一股追剧热潮。其中在剧中饰演李健达阿达的张广成，也因演出这部电视剧受到大批网友的关注。最近他在第三季播出后，在 IG 晒出和杨佑宁及谢宇之、金居三人组的合照，发文写下李健达出奇淡淡的哀伤。贴文调出金钟影后柯佳嬿留言：“刚看完，好好看，激动。”杨佑宁则是写下剧中台词：“菜椒啊！”大批网友也纷纷留言，大赞他演技超好，希望他可以入围金钟奖，也很期待之后看到他演出更多好的作品啊！